是一段神经病的故事。两个张学友，伤心的理由，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看他们唱歌，觉得好讨厌。卓一峰，哎呀，因为在经常出来跟大家见面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私底下会跟朋友一起出来嘛？比较少，比较少。为什么会少呢？我朋友，我好像就比较常喜欢待在家里，跟罗美薇了。啊，对对对，跟美薇，跟美薇。More, mor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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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re,
是好听，但是今天不干呢。对呀、啊，人家会觉得不得志嘛。啊，不会啊，不会，不会，还是过得蛮开心。好突然的画风一转。对啊，不会啊。对对对，你怎么会那么乐观呢？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这怎么访问？这怎么访问？对呀，神经病啊！对呀，奇怪，人家好得很嘞。爱情顺利吗？OK 啊，事业正在冲刺，对对对，一直在冲刺、啊。嗯，疫情有影响吗？多多少少还是有。没有考虑到婚嫁？婚嫁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我女儿1月29要结婚。我不是啦，新闻都有，你自己上有，不要这样子弄到别人，面子啦，面子。OK 啦，没有了，好，绷起啦，绷起。没事啦 ，OK 啦，就嫁两个女人没什么。然后她的歌声已经不用质疑了，然后现在又是学友上身，对，你基本上唱的比张学友只有更好，没有比他差。不敢讲，不，快别这么说，因为你有的东西是学友没有的啊，学友有的东西你都有。哎呦，对，比如说有高音。张学友高音不可能有他这么高，他也很高了，其实他其实蛮高，随着年纪在增加，对对对，对，很多人都是从费玉清慢慢唱到郭金峰，我的郭金峰太夸张，来，里面这位朋友听说很厉害，厉害 ，Instagram 的直播上面模仿张学友，是，居然今天有机会跟他合唱，哎呦啊，很惊讶。你跟另外一个张学友，我真的很惊讶，我可以跟他合唱，我很荣幸。来，两位合唱一下，合唱。我们唱个小文老师写的歌。对啊，学友我最熟了。吓一跳，我说你们要开始唱，我们国父首创革命，这首歌我好听而已。革命血如花，不要这样模仿，好爹，好爹。我们。你们要上祝福哦，祝福祝福祝福，想一下，想离别，离别虽然在眼前，说再见，再见不会太遥远，若有缘，有缘就能期待明天。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。哇哇哇哇哇！从这个侧面看哦，里面这个还没出来，可是他还是有点手里边。请上身，还是要讲。今天是一段神经病的表演，两个张学友有没有看到真假潘金莲？对啊，我们第一次听到学友跟学友自己合声，对，只有学友能够干掉学友，有没有看到？两位车载等，谢谢，先坐一下，再坐一下，再坐一下，抓了一蛋。好吧，两位带来这一首《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》，还有1000个伤心的理由主曲，来欢迎他们两位张学友。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，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，难道还不够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，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。睡不着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人陪着我？难过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人安慰我？我想说话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人了解我？
我忘不了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来等我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。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。哦，尖叫声，谢谢大家。 Thank you.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表演就是有一种很过瘾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两个学友唱起来游刃有余，他们在玩音乐，而且他们俩是真的相信自己就是学友。对对，不，你自我催眠，对，你要自我催眠，然后来的张凯有没有？是，他的外形又太像张学友，真的吗？真的很像。对，他是30岁了。我是60岁，60岁。我们刚商量过，你知道吗？他是最近，他是最近张学友。我是老花眼镜的张学友。对对对，我是在1998年张学友，吹吹风的张学友。你们两个是有生病是吗？吹吹风吗？我生病吗？你要吹风吗？然后他实际年龄又小张凯蛮多，对对啊，整个人看起来超老，来来，丁乔老师，我觉得看他们唱歌觉得好讨厌，对，但是听他们唱歌觉得实在是就搞糗嘞，对，好过瘾，心情很复杂啦，你们两个有点厌恶的美感，厌恶的，对，其实我们今天第一天见面，第一天见面，真的吗？觉得你们唱歌好有默契。两位还真不熟哦，真的，我觉得他们好有默契哦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制作单位拉这个红线，可以让他们摆在一起去唱歌。你们两个如果开一个这个网络演唱会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。你门票不要收贵嘛，你想听的话，收100块就好了。那10000个就100万了，真的？还是说你的 PG Talk 需要我们去开演唱会？还好不用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？我自己要唱，因为每唱人家一首歌要付费给人家，对，那你们应该会亏本。那你到底想怎样？对不对？现在演唱会都要付钱，演唱会对啊，公演费用一定要付。对啊，你觉得这一段唱的有没有可能坐上那个王座？也就是把那两个老妹啊，不不，把那两个妹。那两个他们还是算嫩妹啦，嫩妹嫩妹啦，我赶下来。如果你觉得喜欢就举赞，3、2、1举牌，好，恭
恭喜两位登上为民者宝座，同时另外两位，恭喜你。